脏车发不动，好心男帮忙推进警局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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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名临时工周日晚上就这样顺手牵走别人的机车，因为没法发动，还先到车行借螺丝起子强插钥匙孔，结果发不动，他只好牵车逛大街，逛累了休息再继续。一名好心男子看他可怜，热心帮忙，用脚顶着机车帮李楠推。十多分钟后经过派出所，男子索性向警方求助，李楠竟也不跑。等警察来，他还装迷糊说自己住科仔寮，但车子发不动。不过警方发现李楠涉及桥头，且机车钥匙孔有破坏痕迹，一查发现是赃车，当场逮人。李楠虽辩称我以为车是我的，但因说法太瞎，仍被警方依窃盗罪嫌送办。瞎瞎瞎瞎谁最瞎，瞎那个瞎这个我最瞎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